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伟哥。今天给大家带来欢乐斗地主的游戏视频。我们今天来玩这个欢乐挑战赛。准备挑战哪一个好？经典挑战赛好了。这种没有赖子的，炸弹没那么多，完全靠运气，对吧？靠长相，好了。靠脸黑，靠脸白，脸白就送一些好牌。两个二哎。没有九，抢一下，说不定人家抢个九或者抢个尖，连个顺子啥的。抢地主加倍。你有没有尖？不加倍。不加倍。连队。四五六，没有，有六七八是吧？六七八的话，我就多了一个摊牌七，压着他打，不管他了。大你。不要。应该没有吧 ？pass， 打个七是吧？这个没有九，没有尖啊，这个三张就是单牌呀、啊。K 是吧 ？K 过二。小王大王在哪里？不要。三带一对儿。我去。过。大小王还在他手里不成？最高五连七，哎呀，点错了，点错了，我是点提示的。二，这个应该要摁这个，打手机游戏打习惯了，然后老是把中间按成提示。对，四，这个电脑上玩就不一样。不要，我这要留着。炸弹，我取完炸在他手上。第一把就是，第一把刚才是打牌打错了，习惯性手机玩。叫地主，不抢，不抢，不抢，一个二都没有抢，怎么？对吧？不加倍。啊，底牌还有二，还有一个尖。加倍，不加倍。我又没五，也没九，又是连不起来的顺子。也对。好坑啊！每次牌都这么差。要不起。这叫人怎么打？对七，对十。看来今天脸不黑呀，脸黑呀，都是差牌，对吧？对 K， 二在哪里 ？Pass， 对尖，对尖，挂，要不起。T 牌 T 啊，这个 T 牌 T 是免费送的，因为每天签到他有送，不是我买的。对八，我也不想用 T 牌 T， 只是签到他有送。不要，你看四个二都没下来，看来对方有大牌啊。九，勾，这把又要输了，输了会直接被我现在最后就九十一名了。再输就直接被淘汰了。二，不要。pass， 给大王下来。要不起。没有四个二，那也最起码有三个二。哎，这个里面有勾。三带一。三带一，他有三个九吧？他有三个九不下。三带一。哦，三个九在队友手里的。pass。现在看一下，三个二，还有三个二。K。K， 我不要。不要。这个是什么？二 ，pass。小王，大王还没下来呀。过，要不起。大王呢？这下该怎么打？哎，对子的队伍拆分有一个五，对圈。不打一张了，还有二，关键二在谁手里？这个有点麻烦，打六吧，算了，只能打六了，我也过不了这些牌，哎呀。十。尖，要不起。不要。二，现在二还剩一张。我就要大王在队友手里，那还有赢的希望。对五。哎，不是赢了吗？赢了干嘛还送我豆子？赢了他不是有送我？赢了应该有豆子，怎么还？这时候那个一排气还是有一点运的是吧？大家可以每天玩地主的时候切大玩笑什么的，肯定就有了。地主不加倍。这种牌叫就叫吧，不加倍，不加倍，不加倍。
九十勾没有圈，哎，有圈就好了，连成一对。这怎么的？三大一好了，好了，第四个第二个。三大一。晚上。我去，这么快打三个 K， 我还想三个五、三个七都走，三个四也没有，哎，没有地牌器了吗？啊，这么快就没地牌器了。不要。每天就送两次吧的。四的话，我打勾。五。提示也是抽勾啊。三带一对，三带一对。进。二拆了是吧？二。pass。过。三带一对。三带一对。要不起。三再带一对，大你压死。这种牌剩下基本是可以托管了，这种牌的全部是，我还能压住。打对子我就没了。三带一对，对一对都带了那么多，应该没有了。四就知道了，是吧 ？K 尖有没有尖 ？K 都没有啊，尖有没有？尖就两张牌了。不要跟我开玩笑啊！小王，托管对吧？大王，大王不下来我就赢了。有单牌你们就输了。这边是零豆豆了呀。十勾二，嘎，赶紧来，就赢了，轻轻松松赢了一把。这个任务是什么？挑战三级领取奖励，奖励六百豆，这么点还不够输了。叫地主，这种牌不敢不抢了，一个尖都没有，一个二也没有，然后三个的又那么少，是吧？不加倍。哇，六七，这应该是什么同花吗？所以说倍数三倍啊。不加倍。名牌。哇，操，三个二，三个尖，还有大小王。顺子。这种牌不赢都难，我连接都接不了这个牌啊！他看一下，等一下会打什么？压死。他等一下会打对三或者对圈，对吧？顺子。关键他没炸。不要。对三对圈，然后三个一带六，三个二带七就好了，来一个完炸。七。七。压着他打。他肯定会出个二啊。那好了，二就拆了。要不起，对三。哎呀，这个也麻烦啊。对勾，对勾，我对 K， 压着他打，就是让他把大牌打掉。对二。对二。哎呀，那这把基本是没有胜的希望了。这随便再打两下，都赢了。我连出牌的机会都没有了，现在。过。好像没出牌的机会了。三九三十，十最大。托管托管了，不用打，一个王炸。过。我剩一张牌了。不要把我炸输了就好了。我去，还真的把我炸输了。五十八名，五八五八。报名下一场，继续打。很不服啊，老是给我不好的牌。稍微好一点吧，让我打到前面几名。叫地主，不抢。这个四五六七八，抢地主。要不抢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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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能抢会好牌。我抢。我去，这个牌拿来干，拿来不抢也罢。这真叫我无语了，像三拆了打吗？还是算三带一得了？三带一。五六七八九十，哎，晚上，那你要不行过？刚才不拆了，打对子算了，对吧？对六，对七对七，五六七八九十，对吧？然后对勾，对圈，对九，对八，对八，对九，对九，对 K， 这样没了，不要，我还以为有希望呢。对三，啊，多打点对子，我不怕。对 K， 我去 ，pass， 他没对子啊，这家，七，这麻烦大，二，
样。炸我，大王。过。你是直接这么连呢，还是这样子连上去呢？就这个顺子，连一个顺子。顺子。快点吧，我等到这儿都歇了。要不对勾。对勾。他应该这边上家应该是没有了，对吧？不要过。这边会不会再打对子？不打对子了，麻烦了。勾。小王。小王。大王肯定会下来了。大兵。大王。这下没得打了。要不起。对三，对三。二。输了，输了，输了。pass。对，只有一张牌了。我去，还对尖了。不要。开局又输了。圈。又输了，又输了。又赢了，对吧？看这任务有什么奖励？完成五局才奖励300豆，刚才还有600。叫地主。这个送的豆也太少了。不抢。不加倍。一晚上就没摸到好牌。90勾先 K 尖，我都不猜了。第五，让我来。对六。对八。对八。90勾先 K 尖，后面就不要了，是吧？对 K。我也没有，也要不起呀。六。咦，可以打十了。九。十。再来个勾，让我来。二。就是不让我来。小王。大王。大王，不要。打一个单呢，或者一对三。顺子。没有。这个我还是有的，但是最有的牌就不压他，刚好我是90勾先 K 尖。我要打个三个一，他刚好也是过的。哇、哦，三个尖，要不起。二。糟糕了。顺子。哇，这么快。又输，连输两把，这把再打又输了。这把叫三个二，肯定抢。叫地主。不抢。90勾圈，哇，无疑。这个牌还不错，不加倍，这怎么打？三个带，三个带，不加倍，哎呀，太快了，三个带，然后90勾圈 K， 然后三个带一对，对，三带一 ，pass， 应该没有吧 ？pass， 咦，没有就对了。那我三带一对也没有喽。要不起。不要。一块了。这样子，也没有喽。顺子。直接。春天，对吧？带一对。春天。二手。差点点了名牌。来个六就好了。6666。抢不抢？肯定抢一下。抢地主，看他给不给我六。不抢。没有，不给我六啊。不加倍。不给我六就六不起来了。你打小牌吧，一个三。三。十。嘿。哇哦，这么大。二。要不起，不要。这个麻烦了。这个七八九的，这个可以组成一个顺子扔下去了。连对，这个应该没有吧 ？Pass， 你有吗？这个什么？过。哇，这个奖励赢了55次，这家伙好溜。这个三带一对吧？三带一对。看这家伙赢了55次，怎么这么牛啊？我要不起，我才赢4次的冠军，竟然被人踩了2次，不要，这什么意思？对六 ，pass。哎 ，pass。对 K 猜了就麻烦了，对七，还是对子，要不起，这怎么打？对圈，你还对， pass， 我就不相信你还有对，三，又输了，二，要不起，大王，小王。不要，对六。哎呀，这几个家伙对子这么多，打得一词儿好了呀。过，对四。
烂泥嘛，这也没有，他是单排，要么是三代的呀。过，好家伙，对八，好气人呀！要不要拆了跟他打？再忍忍，再忍忍。不要，对九，我去，忍不住了。你二的牌打得也忒好了呀！哎呀，都忍这么久了，再忍一次。我就不相信，我就两张牌了。差，这个有完章，你找六找秀出来吗？要不起，我就一张牌了。过，尖，三个 K 二三个尖，我也是输的，怎么打都输了。哎，不行不行，你还有没有斗？没斗了，没斗了，不赖我玩了，那好吧。今天就录制到这里了，谢谢大家欣赏，欢迎大家去关注我，在这边点一点，点个赞。